假的呀？哎呦，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，用老皮的声音来配。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，马龟去攻。我把南部的美练邓喜欢做了哈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台视你的企划是要跟曹老师一起玩这个配音挑战。嗨，大家好，洪俊豪。那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卤蛋叔叔，今天很荣幸啊，能够再次上这个洪俊的这个优质的节目啊。卤蛋叔叔身上工作室不是有做那个辛普森家庭吗？里面有很多梗，那那些梗你都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基本上87%知道。对啊，所以老师你很懂年轻人的梗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太好了，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我们今天这个应该可以很顺利的进行啊。曹老师配音又这么厉害啊，好啦，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把曹老师的角色抽签之后交换来配。哎呦，然后不止角色，还有一些目前很红的一些迷因的台词、哦、这样子吗？对，好好好，是这个很简单的挑战。好好好，好，然后我们这样我有点紧张，因为你讲的梗收定我真的不知道啊，就试试看。到时候老师你也可以了解现在年轻人的东西啊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没错，好好好。我们前三个都是只套这个角色的名。好的，第一个是黑杰克的黑杰克，对，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啊、哦。然后我们抽到的是用老皮的声音来配。不是，你真的有抽吗？有啊，啊、哦，真的有抽。OK， 好的，来，这个不是我套的哦。OK， 为了你，我都可以，别人就 No way， 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在你刚刚讲什么？就是这个老皮的声音，老皮的声音说 ，OK， 好，啊，那就直接开始了。对 ，OK， 皮诺卡，这个直接电死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啦，过关了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简单，真简单，这简单都会背了啊。好，然后第二个是也是很经典的章鱼哥的。章鱼哥，老板，我这辈子能不能准时下班？只在乎六点能不能准时下班。然后曹老师用河马，河马辛普森。好好好，用河马辛普森讲这句话，来，我看一下台词是什么。嗯嗯 ，OK， 好，看一下啊，这也很受用，大家都希望能六点准时下班。啊、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试试看啊。哎，谢老板，我这辈子只在乎六点能不能准时下班。OK， 那配音员可以六点准时下班吗？下辈子吧。不过现在啊，这个时代是这样，这下午可能根本没班，所以没有什么准不准时下班的问题了啊。对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是比较长喽，可是也是老师的老皮。啊，老皮，好，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啊！阿布，我的女朋友投向我的好朋友的怀抱，要玩的该起来玩，谁怕谁？我看看啊，佩珍水塘一零多，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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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哦，小甜甜太好啦！啊，就这样子，对吧？好，对了。然后这虽然有点长，可是也是很简单吧？很简单。好，那什么难的？配音怎么难呢？对不对？我常讲的配音呢、啊嗯，这不是吃饭，像吃面一样。你知道为什么像吃面吗？这个我还记得，直接用吸的，用吸的。对，还不是吃饭。对，你看我讲还要咬，讲太经典，连我们家库马都开始不满了。好，来，那用这个抽到刚好交换是用那个章鱼哥的声音。用章鱼哥的声音啊，好，来试试看啊！不，我的女朋友投向我好朋友的怀抱。哎呀，要玩大家一起玩，谁怕谁呀、啊？我看看啊，佩珍随堂一零的怎么？对不起，这个我没关系。对，我看看啊。哎呀，我看看。佩珍、隋唐、依林、淑珍、瑞恩、安珍、天卫、瑞凡、杰伦、大三、小三、桃子、阿肯纳、窦康永、小叉、奥巴马、克林顿、温家宝、Super Junior、五月天，哦，小甜甜。可是呢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最在乎的还是我们待会儿几点钟？六点以前能不能开完呢、啊？可以，啊、可以、啊，没问题。现在才三点而已。啊、OK， 没问题。我们这么快就已经一半了，对对对，这已经很快了。这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讲到老皮啊，老皮啊，工会是不是之后也会有探险猴宝的讲座？哎呀，这个好，谢谢洪俊哈，让我有这个机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啊。这个我们工会呢，每个月不是都有一个叫什么动漫大小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下个月是吧？就对，下个月探险猴宝。对，讲起来我好像很会，我在把，我好像很会，还要会，还要会，没有啦。啊，对，我实在真的我是军师而已、啊。对对对，这军师了不起。好啦，反正我会把那个资讯打在
那个影片上面，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关注那个配音工会的讯息。对，也到时候欢迎各位喜欢探险活宝的朋友多多报名来参加。好，第四个，第四个开始就是老就不是老师的角色了，就是迷音了。迷音，好，对，是你可以提示我是谁的角色吗？变身国王。哦，是变身国王。你知道这是谁的作品吗？那个孙德成老师。对对对，这是有做过介绍。这是歪哥的作品啊，这是叫变身国王，这很早期的作品。然后我们抽到黑起来，哇，老师你也好懂，好厉害。那么你这样讲，你这样侮辱我嘛？好歹我也是配音员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坦白讲，我还真不知道。然后你自己也很常，你自己的忘记还好。对对，我自己也常忘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先抽到的是黑杰克。黑杰克啊，哇！嗯、我先看这字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三份穿裤子的猪，一盘热空气，一份祖母早餐篮，早餐篮，把牛变成鳟鱼，知道了啊 ？OK 啊，用黑杰克啊，黑杰克他的声音是这样，他还有些力度啊，有一些力度，然后也不能太老啊。所以这是我要调整一下声线，让自己稍微年轻一点，好不好？三份穿裤子的猪，一盘热空气，一份祖母的早餐篮，把牛变成鳟鱼。嗯，知道了。皮头哥，这个直接电死啊！会电死我吗？对，还是要电死一下哈。所以黑杰克来说的话，他的讲话速度也不会到那么快。对，通常其实啊，以配音来讲啊，你要先知道角色的性格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性格以后，你要看自己的声线。通常我们会先去模仿原音的声线，就原本的，比如说日本的声优他的声线，我们尽量跟他符合。那我们在筛选一个角色的时候，也会以对方的声线为主，找一个台湾比较适合的声线去搭配他。嗯，通常这样。然后你要知道他角色性格嘛，就给他设定一个语速、那语调、那音长、音高、音强等等的。我们课程讲过嘛？有没有学？对，又讲到了配音工会有很多课程，刚刚。你看曹老师今天就可以讲这么多，哎呀，这实体的课更多更丰富哦。红军，这个你今天就知道这红。OK， 好，第五个，第五个啊，这就不是动画了，这是也是很红的迷因。是啊。哎，干穿山甲，呜呼，这可以养吗？哎，张老师可以养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抓回家。哎，结果不要跑。好，你是不是看不懂啊？我看得懂吗？大家骑车啊，看到穿山甲就很兴奋、啊。但是不懂为什么这会红？不懂。对，没有人懂，没关系，这就是谜，没有人懂。我们抽到的很特别，是天才阿公。哎呦，天才阿公啊，天才阿公这个事件，这个，就是当时啊，是特别，是这个模仿这个阿辉北的声音的、啊，阿辉北啊，啊，就是那个啊，就李登辉啊，对对对，对李登辉啊，就是啊，就啊，直接来呀、啊，试试看、啊。那这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语气啦，对不对？要很兴奋的，哎，干穿山甲，哎呦，哦，这个可以养吧？哎呦，蟑螂都可以养吧？哎，见过，哎，不要跑啊！哇，他跑掉了，哦，好屌哦！啊，其他 K 啊，真的年轻人，我跟你讲，年轻人这个笑点有时候很奇怪，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就我们很无聊。就像我女儿也是啊，啊，你跟你年纪也差不多，然后每天就看着对着这个画面一直笑，我说在看什么？说很好笑啊，我说真的很好笑吗？就很好笑。没有，然后你不用懂笑点，我们懂。对，没错，对，我们管你什么笑不笑点啊，就是很好笑就对了嘛。啊，有达到效果就好了啊。我们很快就到最后一个了。好好，这也是最近更红的，最红的，而且是跟其实也跟配音蛮有关系的。哦，来看一下。兄弟啊，咱正常应该无熟识啦，应该是无缘无仇啦吼。啊，恁爸打字还好。恁下要怪，甲恁爸摸两个，恁爸也已经无讲话啊！你即摆规气甲恁爸头板落来是安怎？害恁爸即摆大大汗尔，即摆随便去投胎，规工个。这个他会红啊，我可以接受。老师，就是讲真的，如果以专业的角度来说，他 是配的蛮好的。很好啊！哇，其实算就可以了，就是可以了。嗯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娱乐，我们不能用专业去看它，哦、对不对？嗯，就比如说你真的叫个配音员来配这个，
他可能就没有那个效果，太降气也没有效果。对对，他又没有这个效果了啊！所以其实在我看来，其实蛮有趣的嘛。嗯，就他整个画面的呈现，其实为什么会红，我可以接受。嗯，这真的很好笑，很好笑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最后我们抽到的老师什么都很特别，是班森。嗯、班森这个。搬山之前啊、欸，这个有点难。这个搬回家出租集，哎，啊，这个回家出租集。我每次啊，我先讲个题外话哈。其实有些角色，因为他要变一些声音啊，做一些声线变化，有时候我会搞混。那我就会自己提醒自己去拉回来这个声音，怎么拉呢？比如说，搬山呢，当时设定是希望学诸葛亮的声音、嗯，可是我们不会学，所以我每次要切换成搬山声音，我们就会讲说。啊，诸葛亮的歌听上，你知道，就先自己懂不懂？你要自己要在脑海里先捋一下啊，是这样的，有点鼻音啊。诸葛亮的歌听上，所以你再去用这个声音来讲话，就是稍微模仿一下啦，是不是？要转过来啊，就比他转过来，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就觉得。哎，这声音怎么？这是老皮的声音啊，怎么没办法读不到？对，因为有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同一天呢、啊，前面录老皮，后面要录河马，那后面又录那个班生，还有那个天才阿公，你就错乱了，你知道？你切换不过来。好、嗯啊，那所以每次天才阿公的时候，我知道怎么想的，说啊，大马康古里啊，这个是以前阿惠贝讲的那个口头语啊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啊，所以我就必须用这样来提醒自己怎么切换。那有时候就自己会错乱，都搞不清楚。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说，那老皮怎么最近不太像了？那广东音好像比较那个，哦、所以我就赶快就多一点啦，是不是啊？就熊很啊低啊。我现在用老皮的又要切换不过来了。对，你就要稍微这样去，对不对？你就是这样嘛。那这个用什么？你刚刚说叫什么？翻身。翻身啊！啊，阿唔过我闽南语都未练，当时要怎呢？哈、啊，这我就不要讲台语啊，我只要讲兄弟，咱之前应该是无熟识啊，应该是无冤无仇啦，哈、啊。嘿，啊，恁爸待伫遮好好的，恁娘要过来。懵两个啊！恁爸已经无讲话啊！啊，你这嘛归去讲，甲恁爸头，甲恁爸头，挽落来是安怎啊？害恁爸一个嘛，一嘛归，拄大汉的去投胎归工啦！哎呀，安尼先啦哈。没有老师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工会的台语班有你教，我也会念。你妈，你卖安尼乱讲啊！奇怪啊！哎，少年你乱讲啊，是安尼啊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个我也顺便讲一讲啊。就比如说，假设我们今天闽南语课对不对啊？或国语课都一样。如果我们撇除正音这件事，其他不是都一样吗？嗯。对不 对不对？其实都一样，所以大家不要有那个迷思，就哦，那我客语课的时候，我们全部都全程用客家话，当然不是吧？嗯，因为我们要学习这些技巧的东西，其实还是用国语发音。那只是说，我们正音课的时候，基本上我们可能就用闽南语或者客语发音。那比如我今天办个原住民课怎么办呢？那大家怎么办？那怎么上课的啦？那奇怪啦，你很奇怪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基本上我们是。正音必须就是要好好的上课，那其他东西就是技巧上面还是用国语嘛，这样了解哈，这样可以接受吧？对啊，所以为什么你发现为什么这个最后一堂课是我，你会觉得哎，是不是我很会讲闽南语？那阿姆国你听，唔听起来奇怪啦，你跟我这么笑，你跟我这么笑，你未卡一个电话嘿，你跟恁爸讲一声，哎，奇怪啊你啊，对吧？你讲一声。嘛未死啊，对吧？啊，你要访问什么人，跟我讲一下就好啊，对吧？哈，安尼好啊。第六个，因为台语有点不好，所以有点挑战失败，但是前面五个都超好笑。啊，都可以哈。对啊，谢谢老师今天来跟我玩这个东西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很成功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各位要去关注工会哦。啊，关注工会，那怎么关注啊？哦，我贴链接，有贴链接，贴链接的，因为有很多课程，今天很多课程。对，这讲起来我们好像在唱双簧一样，好像套好，没有套好，没有套好，没有真的没有，没有套好，没有套好。我办公室都真心的，好了。对对对，好吧。对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